唐三和小五来到坟地，没有看到马红俊的人影，更没有发现一座新坟。他们俩就去村里打听消息，除了打听到马红俊没有到任何一户人家吃饭借宿，其他一无所获。唐三发现一件怪事，村里明明有很多鸡，可是地上却没有鸡屎，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只好带小五再去其他地方排查。胡列娜很快在那间被烧得一片狼藉的屋子里找到马红俊，那个红眼睛的黑色怪物也在，马红俊吓得撒腿就跑，那个怪物也瞬间消失不见了。唐三和小五闻讯赶来，向胡列娜打听其中原委。胡列娜胡乱应付了几句，口口声声称他只是个旁听生。唐三和小五只好先回村长家，胡列娜答应再见到怪物就通知他们。戴沐白和朱竹清在村里转了一下午，最后发现了马红俊。马红俊见他们就慌忙逃走，他们俩拼命去追，一直追到村长家附近，马红俊突然消失不见了。戴沐白就向村长打听，村长对此一无所知，欧斯克也证明没有见到马红俊。朱竹清再次向戴沐白挑战，结果不小心把院子里的草棚撞翻，他们俩只好再把草棚搭起来。唐三和小五向村长打听马红俊的情况，村长轻描淡写说明马红俊家里发生变故，他因为恐惧不敢见人，等他们走了自然就出来了。村长答应把马红俊安顿到村民家里，催唐三他们尽快离开，让他们把精力放在修炼上，不要为村里的小事耽误时间。兰德和玉小刚在村口露营，一直等着学员们回来。兰德不敢凑近村子，那个黑色怪物很敏感，他一旦感知到魂师很厉害，就躲起来不露面。兰德只好派学员们进村，希望他们把怪物引出来。唐三向戴沐白请假，想趁天黑再去找找马红俊，并且透露了胡列娜见过那个怪物。戴沐白赶忙去找胡列娜问清楚，原来马红俊就躲在村长家，他想见到自己的父亲，才不顾村长的劝阻偷偷出去。村长明确讲明他的父亲已经不是人了，答应等唐三等人离开了再想办法让他们父子见面。胡列娜在烧焦的房子里再次看到那个怪物，怪物吓得左躲右闪，始终不肯离开这间房子。胡列娜猜到他还有事没做完，怪物吓得落荒而逃，胡列娜对他穷追不舍。当天夜里，唐三和小五坐在院子里谈心，小五渴望过随心所欲的生活，可是遇到的人越多，规矩就越多，他很不习惯。唐三觉得规矩多也不是坏事，否则他们俩就遇不见了。小五想一直上学，就能永远和唐三在一起了。小五突然听到争吵的声音，赶忙带唐三过来看热闹，远远看到朱竹清和戴沐白在吵架。朱竹清自称是戴沐白的未婚妻，他是来退婚的。戴沐白对这段婚姻很抗拒，早就想退婚了，
朱竹清谴责戴沐白当初不该亲他，让家族的人误以为他们俩很相爱。朱竹清越说越激动，最后哭着跑走了。胡列娜随后赶来，当他得知朱竹清是戴沐白的未婚妻，就来找戴沐白谈判。他答应把怪物的下落告诉戴沐白，戴沐白要详细说明他和朱竹清的关系。戴沐白一心想去找那个怪物，就跟着胡列娜来到那间空房子里。唐三担心戴沐白吃亏，就带着小五紧随其后跟来。唐三发现街上空空如也，白天那么多的鸡都不见了踪影。胡列娜带戴沐白来到那间屋子，打开了一扇从外面看不见的门，门外也是一个村子，可是空无一人。他们俩来到村子里排查，唐三和小五也跟过去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他们返回屋子，突然看到一只鸡，小五认定那只鸡是来监视他们的。唐三带小五从那扇门再次出去，在空无一人的村子里搜寻。小五觉得村子有一股伤心的味道。他们突然看到戴沐白晕倒在路边，胡列娜声称他刚把怪物引开。唐三看到他手上有伤，也没有多想，就背着戴沐白回到那间屋子。胡列娜只知道那个怪物很强，戴沐白是被他正面击伤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戴沐白迷迷糊糊醒来，他感觉浑身酸痛，清楚地记得昨晚他和胡列娜经过那道门不久，就看到那个浑身冒火的黑色怪物出现。胡列娜和戴沐白都不是怪物的对手，被他当场打晕了。唐三让小五和朱竹清去找村长，就说怪物在他家附近出现，让他们把村长引出来。唐三发现村长不对劲，而且他家厨房多了一副用过的碗筷，怀疑马红俊一直躲在村长家。戴沐白跟着唐三前往村长家，发现朱竹清已经找到马红俊了。马红俊神情恍惚，朱竹清赶忙去打水给他洗脸。唐三听说怪物本来有机会杀死戴沐白，可他却对戴沐白网开一面，欧斯克突发奇想，觉得怪物是吃鸡屎的。